一定要记住，你讲吧。感恩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嘛。讲的慢一点呐。感恩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卢台长，你好。请问卢台长帮我看我的孩子。几几年的属什么的？2000年属龙。两个大灵性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两个大灵性全部在他身上啊，是祖上的问题啊。你们家里有杀业，过去啊，有没有啦？杀业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钓鱼啊，开饭店啊，杀生啊。这个是以前的事，我们不大清楚了。这孩子麻烦了，活不长的。你要是不把他救好的话，还有6年。听得懂吗？你们两个要救孩子的话，马上许愿吃全素。有了，我们已经吃全素了。两个人呢？对，都许了，都许了。小房子2300张，好的，慢慢念，好的，好吧，尽量自己念，明白了吗？我帮他念了，他不会说话。什么？我的孩子不会说话，所以我帮他念，跟我太太，我都帮他念。要念多少张？2000多张是吧？刚刚讲过2300张。2300张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很麻烦的。这孩子脑部灵性在他脑子里，这孩子站不直的，而且到现在这么大不会讲话。对，全部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一定要帮他好好念经的。好的，我告诉你，这6年当中就是给他的时间，如果你能救他就救，救不了要收走的。现在我们很努力帮他念经啦，我们。他身上有个灵性，性哦，很厉害的。一个是晚上在你们家里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过去有点钱，现在为了看他的病，你已经看掉很多钱了。对。现在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？他都不懂啊。讨债。哦，对对。讨债鬼。对对对。对了。谢谢。他谢谢我干嘛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好的念经啊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我告诉你呀，你们现在，我刚才过了跟你说了2300张小房子，你们念不念？念。念的话，我帮他稍微治一治；你不念的话，我就不帮他治病。一定要念。一定要念的啊！好的。菩萨听见了啊！对。你们自己业自己背啊！你们现在看他怪样怪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台长马上叫他老实一点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傅延斌。傅延斌。好，傅延斌，你先饶过他吧，放他一马，他家里会给他念小房子的啊，你先暂时离开一下，好不好啊？来，傅延斌，合合掌，拜拜佛好吗？来，傅延斌，看看菩萨。傅延斌，好了，看见老师了吧？看看菩萨，合合掌，
合合掌。胡彦斌，看，看见吗？跟刚才不一样了吧？是。看见了吗？他爸爸妈妈最清楚。合合掌，合掌，来，这样，这样。来，看见了吗？老实了吧？他脾气很坏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他，身上是一个鬼，已经给我面子了，又回上他身了。所以你小房子嘴巴里说我念2300张，但是他没有收到。他只能给你一个机会，待会儿他又来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念经，水到渠成，经文不到，他灵性不跑，明白了吗？就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刚刚已经给你看到了未来，这孩子就会像这样好起来的。所以你们要坚持，吃全素，念经，放生许愿，明白了吗？要放生多少条鱼？像这个孩子一共要放至少15000条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没什么问题的。他脾气很坏啊。脾气不是他，是他身上的鬼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临时发起来的时候，就给他念心经，不要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他会等于灵性会弄他的，所以你请菩萨的法力来治我。好的，碰到他发病的时候就念心经，你看老实不啦？到现在，你们大家看，你叫他爸爸妈妈看老实不啦？好吧。其实他手脚都很好。什么？他手脚都很好，但是不，他自己好像不要自己走动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没好，鬼在身上，什么都不行。等到灵性走掉了，他什么都好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听得懂。谢谢。哎，不要太愚痴啊！好好念经啊，台长看到太多了，你知道救了他这种孩子，你知道台长救了多少人呢？我在全世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可以开个法会呢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救救你这种孩子，小菜一碟，你自己要有信心，你连自己都没信心，你怎么救得了他？听得懂了吗？你看老实不了，到现在跟来的时候一样不啦？后面又来一个，好了，好好念经去吧。那我家的佛台怎么样啊？佛台啊，佛不行，你家的佛台不行，位置太高了，位置啊太高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你还家里还请过人家那种啊这种通灵人，好像还放过什么东西掉在家里或者放在床底下的，自己想一想有没有？有了有。有了有。不要乱放，学佛念经，不要再去放这些东西了，听得懂吗？好了。好好念经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救救这种孩子，台长小菜一碟，很简单的。好了。